我家的大象全部放完，我们直播就结束喽。旋律好好听，真的很有品味哦。庄景维，我这样讲话你们都听得到吗？真真阿姨我爱你，旋律好赞，动物园的 feel。 陈爱拉，欢迎收看我爱大象。林纯敏说，等等真真，你可以试着把它们围成一圈啊。这个叫做 Chow Chu Shang Yu 说，这不是房间吧，这是大象园。看一直播的这边试试看不到留言。还不到一万人哎，那我先不要出现好了。等一万人才出现，对不对？然后就今天都没有出现。哇，有人什么送我玫瑰花啊？哇，一直播的朋友，你们的速度很快，我完全看不到你们的问句跟你们说的话哎。怎么办？想要我出现的，大家集体按红色的爱心，让我看到满满的爱心，有吗？
然后看到我出现的按满满的爱心，来了来了，好好玩哦！直播原来是这样哦，可以控制他们哎。然后觉得，想要我出现，想要到哭哭的按哭哭脸，集体哭哭脸，快点按哭哭脸，一二三按哭哭脸，哇，好美哦！都是爱心飘散在那个直播间，搭配我的大象。哎，哭哭脸来了，谁会叫人家按哭哭脸啊？哎，一万了，好，我这个人说到做到，来拍我吧。嗨，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自己的房间 ，Life in Life 直播室，我是 Hebe 田馥甄，要不然我是谁呢？因为这是我的脸书嘛，这个可以吗？嗨，我出现了，这是我第一次生平第一次首次在自己田馥甄这个账号自己的脸书第一次直播，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紧张。虽然直播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在做的一件事情，可是却是我的第一次，所以我们都很紧张。然后我知道之前大家有在揣测我今天九点半会有直播，然后网络上就有一阵歌迷的讨论，完全不看好我。他们觉得田馥甄直播我们真的很不看好，他一定会词穷，他一定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不会，因为今天是要聊，天哪，我好可爱哦！我在电脑头上有什么 ？Pick me, pick me, pick me。然后，那今天是要聊自己的新单曲、新的系列《Life in Life》的第一首歌，首张歌曲是自己的房间，所以聊作品应该不至于到词穷吧。我看一下大家在跟我说什么，有人啊，永晴，张永晴说我非常跟不上流行，然后啊，完全娱乐也在线上，我的第一次献给了你们，对，然后先把握时间聊一聊这一次新的单曲系列 Life in Life， 这个东西将会是我之后的一整个 Live Recording 的系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就有这个概念，想要做一些现场录音的东西，比方像我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在一大片的草地上，在一棵樱花树下，然后我们喝着饮料，然后谈天说地，我觉得那一刹那非常感动我的，我就希望这一刻的风声，然后水滴水滴滴落的声音，然后旁边有鸟叫的声音，然后家人们谈笑风生说笑的声音，然后是这个环境很美好的声音，我可以搭配着音乐，搭配着歌声，有某一首歌可以记录下这个当下。然后我觉得这个 Life in Life 系列就是把每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刻，跟姐妹的，跟家人的，自己跟自己的，或者是看到某一个美景，或者是触景伤情的时候，都可以透过音乐记录下来，然后把日常这件事情更显微，更去看每一个小细节，然后把它跟大家分享，也还是一样同一个概念，就是用日常面对无常，然后把握当下，将日常进行到底。然后今天这个是将 life 进行到底，因为 life in life 嘛，就是在讲现场录制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用掉我的第一次直播，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就是要讲活在当下的重要。然后在当下有很多明明就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打开眼睛，没有打开耳朵，也没有打开心去看到这些细微的东西，其实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美好，所以希望可以透过美好发生。我看大家的问题，看来是对，所以它会是我希望 Life in Life 会是我的一个系列，以后或许我在浴室泡澡的时候可以录一首歌，有关于泡澡的歌曲，或者是我在干嘛呢？我去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我看到美景的时候，
或者是我微醉的时候，下次我微醉的时候在狂舞，可以出一首 live recording 的狂舞舞曲也不一定，这个很难说，就看日常生活给我什么不一样的灵感，不一样的想法，就会慢慢的推出。但是我前阵子看到网络上有些歌迷以为 Life in Life 这个系列是我已经做好了一整个系列，然后即将会推出第一张、第二张、第三首歌。其实我只做好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一路走到小巨蛋啊，很多的不同的舞台，各个城市的舞台，我的录音室录了不同的专辑、不同的歌曲，唱了这么多的歌，其实一路走着走着走着，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沉淀，然后重新再完整自己，找寻自己。所以 Life Life 的第一站就是从自己的心，自己最原本唱歌的第一个地方，自己的房间出发。因为小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歌手，也只是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女孩的时候，第一个唱歌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就是面对着家里的房间的梳妆台，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歌，拿着梳子当麦克风尽情的唱歌。所以这个第一章就先从自己的房间这边开始出发，未来会去到哪里我自己其实也很期待，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期待。然后这种东西就是很感觉的东西，就是有什么感触，然后时间可以搭得上，就可以再做往这个系列一点一点的往下走。我希望它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喜欢 Life 感觉的音乐，现在还是女孩，谢谢。哇，一直播的朋友速度非常的快，比心送星星，哇，这个速度太快了，我可能看不到留言。林怡颖，看到静宝的时候也可以啊。对，讲到这个，就是之前大家有看到那个文字侧写。记录，我有谈到，我有聊到，那个时候在 Ella 邀请我们众姐妹进她的静宝来临的时候，其实，等待静宝来出现的时候，我们因为嘉华阵痛嘛，所以我们就会聊天啊，说笑的注意力，也会跟她肚子里面的静宝喊话，然后我们就跟喊静宝说了一句：“静宝，欢迎你来到美丽新世界。”然后我就很自然说：“现在这美丽新世界。”然后 Selina 也唱， Ella 也跟着唱，我们三个人就唱着和声在那个产房里面，然后同时陪产的其他朋友就很感动的流泪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很感人的一刹那。有没有一首歌，一个现场的音乐可以在产房录制呢？然后伴随着那个仪器，就是检测那个胎儿心跳的声音，它也是有节奏，然后静宝也的心跳也陪着我们一起跟进入这个音乐，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适合 live recording 的一个现场，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准备，所以我们要等 Ella 的下一台，我就会在我的 live in live 系列里面做一首这样子的歌曲。李雅琴说可以收录静宝的丫丫学语，或许可以。我觉得你看，像我光是跟大家聊这一小段，大家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现，这样就觉得可以收录什么东西啊，可以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我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让大家自己专注在自己的生活当下，你也有你的生活，你也有你的日常，你也有你属于你自己的房间，你在你的自己的房间里面做了什么，然后你的日常有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概念去再放大，然后去珍惜每一个细小微小的生活细节跟当下，感受那一份美好。我觉得说这么多，我们要不要进入我自己的房间？大家想不想进入我自己的房间？要开门了吗？好紧张哦！要吗？我要看你的回答。有人说 Ella 加油，是在等那个第二胎吗？珍珍阿姨，你居然没忘词。有人说，Thai Manjo 说，傅真你比王美的直播厉害，谈得比他们还有内容。不要这样子，我们做人不要做比较。那我念出来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好，赶快进入我的房间，因为我们十点 MV 要上，十点以前就要结束这个直播，所以我们一起进入我自己的房间。Let's go。
自己的房间啊。让心里就躺在地上，掌痛的桥梁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是他们说太远看不清楚，可以再近一点点。是不是自己的房间很可怜？掌声只有一个声音。发现有其他的声音。刚刚有看一个歌迷啊留言说，把你房间的男人藏好。我房间有好几个男人，就是吉他手、double bass、鼓手，嗯，啊，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吗？为什么 MV 色调这么暗？其实这个色调可能是因为大家透过电视。这样翻拍会觉得色调有点暗，可是其实，等一下十点上线的时候，你可以一看再看，重复看，甚至可以转发分享，让大家知道那个颜色是天色是很漂亮的。之前我们在那个简介的时候，在侧写记录的时候有说到，我们想要抢在一个blue hour， 就是 hour 的时候，就是黄昏的那一刹那，天色渐渐变蓝。变暗变黑的这个瞬间录制，所以其实他都很尽力的在那个短时间完成了这个现场的作品。我们在平面 MV 用了好几机，然后现场录制，同时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挑战成功了，所以觉得很开心。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觉得哇，好像工程有点浩大，是不是？有点开始为难自己了，然后一度觉得还是算了，不要做了，这太麻烦了。
后来觉得，就是简单的事情就不需要做了，就是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其实我的光完全被他挡掉，但看起来是可以的嘛。对，因为我不需要光，王美是自带光芒的。好的，来看看。好听耶，傅真自己在自己的房间听自己的 live 是什么感觉？直播你的马笑声最好看。雨雪说他起鸡皮疙瘩了，喜欢这个旋律，他们说很喜欢歌曲，很好听。然后聊到自己的房间，歌词是我自己写的，其实我自己是很没有空，觉得自己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好到一定非得放我自己的创作在自己的作品。可是设定从自己的房间出发，自己的房间不自己写，难道要请大楼管理员写吗？所以还是得我自己写。但是歌词就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也没有用一些。我就觉得歌词应该就要很如实的表达我自己内心的状态，跟表达我自己房间，不管是具体的样子还是心理上的样子，其实就是很简单。然后很，既然要邀请大家进自己的房间，就应该坦诚，所以我尽力的做到了如实表达我自己状况，很坦诚的状态，所以歌词很简单，那都是我自己的心情跟心境。有人说跪求天天直播，其实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就觉得直播不容易啊。今天没大冷场，我的老天鹅啊，这不是傅真，是我，你可以自己打自己一巴掌，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是我。哇，看到很多人都说觉得歌曲很好听，觉得很开心。第一个想到的制作人就是珊妮老师，因为珊妮老师自己本来就对美学、画面、音乐有非常强大的专业能力，然后我想要做这件事情，脑中想到制作人的名字就是他，所以有一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想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立刻邀请了他帮我这一个忙，所以也算是下水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也会拍照，也会画画，然后也会，他自己也有做自己的 MV 导演，当然在音乐上面我们就不用多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录制是有困难度的，所以我觉得制作人除了对音乐很专业之外，我觉得对画面跟音乐互相的配合那个掌控性也要很强，所以当想到很了解我的珊妮老师，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要找一个自己最信任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也很了解我的人，我们一起合作，所以非常的感谢他，我也非常谢谢那一天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每一个表演者，比方外面的蝉鸣，或者是每一个很厉害很优秀的乐手，然后还有很辛苦的录音师、录音师助理，因为我们要把那些器材搬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的平面是请到请奥山由之，他的拍摄方式是用底片，所以我觉得底片也很可以展现出 life in life 的感觉，因为他就是现场拍了，没有办法复制第二个，也没办法做特别的修改跟剪接跟拼贴。然后还有什么导演，然后反正就谢谢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看完 MV 之后，然后去看底下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的名单，的感谢都在里面，谢谢大家陪我完成这个作品，然后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可以去思考你在你自己的房间该怎么自处，就是这个的自己的房间。好像时间快要到了耶，直播时间永远，而且我还穿了自己最美丽的洋装在自己的房间迎接大家，一下等一下就要把它脱下来换睡衣了，这句话是不是？好，没事。他们说我很会讲，棒棒的。不要结束，不要结束，就是时间就是有限制，才显得时间是珍贵的。所以
都一定会有结束的时候，贵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把握日常。如果我还有想到什么要补充的，或许未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交流，你们看完 MV 之后，等一下10点会放上线上，然后我们可以在底下聊天，可以有些问答。因为我现在就是第一次直播，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然后逻辑不是很清楚，口条也没有到非常好，所以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留下这些东西。希望下的 MV 播出不是一个逗号或句号，我希望是延续下去，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自己的房间这件事情，你自己的房间。那要拜拜了吗？几分了？58分，还有2分钟，你们要干嘛？你们要什么？把握在你房。我刚刚说还剩2分钟，我们要做什么？有人说换上睡衣，荒唐啊！自己的房间会出实体专辑吗？不会，怎么办？在自己的房间。59分04秒，好，要转圈圈看洋装是不是？好，升降台，哎，我知道我要怎么结束了，我这样降下去。是可以，几分了？好，36秒。